一到五级岩浆番石榴测评，这是粉丝留言想看的，测试不易，记得点赞三连鼓励一下，再投个币，那就祝您转盘一发得奖杯，抽奖欧皇重瓷砖。测评规则：拿六个普浆、三个铁桶、两个巨人来测试。因为详细解读有植物大讲堂系列，所以这个系列更偏向于实战。首先是异界蓝卡，阳光75，冷却10秒。一到五级喷发总攻击是1000、1500、2000、2500、3000。岩浆持续伤害是每秒100点，会持续12秒。一到五级生命值是300、450、600、750、900。攻击模式，当有僵尸接触到它的时候，它会喷发，造成3×3范围伤害，此后会留下一滩岩浆，对经过的僵尸造成伤害。一阶打4阶，能消灭所有铁桶僵尸和普通僵尸，已经非常不错了。如果你的番石榴是一阶就扣一，0阶就扣0，然后是2阶，攻击力上升，特性强化熔岩，岩浆的持续时间变为14秒，比一阶多2秒。最后成绩是打死了2个巨人。如果你的番石榴是2阶就扣二，接着是3阶，攻击力再次上升，特性怒岩喷发，岩浆额外向4个方向各扩张1格。这4个小岩浆拥有11秒的持续时间，最后成功通关，并且还留存4个番石榴。如果你的番石榴是3阶，就扣3。到了4阶，攻击力持续上升，特性能力觉醒，种子时有50%的概率释放大招，大招效果向本行前方制造持续10.5秒，伤害为100每秒的熔岩裂缝。装扮效果，大招范围扩大为十字形，并且伤害更高。4阶成绩是场上还留存7个番石榴。如果你的番石榴是4阶，就扣4。最后是5阶，攻击力达到顶峰，特性火山爆发，喷发后随机抛出5个岩浆球，岩浆球落地后生成持续11秒的岩浆池。话说这个岩浆球和原始豌豆的大招子弹很像啊！不管如何，最后场上还留存8个番石榴。如果你的番石榴是5阶，就扣5。总结本期测评来看，伤害总体来说还是挺高的，高输出低费用，冷却时间也比较短，真的是神卡，特别是对新手或游戏特定关卡来说更好用，往僵尸扎堆的地方丢一个真的爽到爆。但是也有一个缺点，岩浆不能种植物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测评的全部内容，如果有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哦，拜拜，下期再见，点赞关注评论。